走，快给我拿个冰袋。哎，你怎么还拿着皮带玩呢？这都是我二叔家的表姐不要了的，给我玩的。哎呀，这城里人就是不一样，我们村里贵的都买。哎，你那皮带有没有带包装的呀？有的话可以拿来换零食啊。还能换吃的呀？有啊。流行歌呢，这全部都是好东西呢。你要这磁带干啥呀？可以出租啊，挣钱啊。现在都租5毛呢，我们村里租3毛就行。都没你，那这些能换多少东西啊？我瞅瞅啊。哎，这么的吧，你挑十袋零食带走吧。行。我大婶家还有好多呢，我明天去给你拿。行啊，把这个刚吃的冰袋也送给你。哦，多拿点，我给你多换点零食。好，那我明天给你拿。冬梅姨，你家有没有会微笑的方便面啊？啊，会微笑的方便面，没听说过呀。哼，就知道你家没有，这么 out。看来我这个钱是花不出去喽。哎，大丫，别走别走，我这里有你要的微笑方便面，我去给你做一个怎么样？你会做？对啊，你大丫喜欢啥我就做啥。但是我只吃白象的哦。好，白象当然有啊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大丫，你是要漂亮姐姐的微笑还是帅气哥哥的微笑呢？啊，微笑还分男女啊，那我要漂亮姐姐的微笑。好嘞，先来个迷人的大眼睛，再来个害羞的红脸蛋，微笑的大嘴巴，再加上诱人的眼睫毛，大功告成。来，你的微笑方便面。哇，真好看，冬梅姨，你可真是灵活画手。嘿嘿，我先走啦。哦，哎，大爷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我给了呀，我刚放桌子上了。这桌子上哪有啊？大丫是不是想白吃啊？不过你们知道大丫为什么非要吃白象方便面吗？告诉你们个秘密吧，小卖部的玩具在波波间便宜甩卖呢。辛辛苦苦赚钱供你上学，你就在这给我玩这些。哎呦，大丫，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姨，你小声点。我大丫，看我现在怎么教你。大丫，你妈这嗓门也没水了。冬梅，你看见大丫没？大丫刚刚往北边跑了，你快去追吧。行，看我今天不打断他的腿。哦，哎，大丫，你不买东西就走了？我没钱。哎，大丫他娘！哎哎，行，我玩个弹射小鸡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你快点拿给我，不然你要发现我就惨了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快快快，快把那个尿壶拿给我，我要走了。大爷，我就把这2毛钱还给你，那个游戏不算。周日唐僧肉买一送一，冬梅姨，冬梅姨，冬梅姨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，大爷？大中午的也不让我睡个好觉，睡什么睡？起来嗨！冬梅姨，唐僧肉是不是买一送一啊？对啊，可是那是周日的活动，今天都周二了，活动结束了。不对吧？你这牌子上明明写的是周日起，今天周二也算的呀。啊，我看看。这不是我写的呀。这小卖部就你一个人，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呀？我不管，你必须得按照活动给我来算。哎，行吧行吧，给你。
好吃。张天一送的那包唐僧肉能不能换成霸王丝啊？唐僧肉5毛，霸王丝3毛，你自己换去吧。那我自己拿了。我走了，张天一。为什么我不记得我写了这个字儿啊？我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去吧去吧，放心去吧，我会帮你看好店的。冬梅姨，冬梅姨，人呢？冬梅姨窜西去了，你想买什么告诉我就行。那你给我来个霸王丝、小花筒，还有闪电爽吧。哎呀，大丫，你这个拿吧，我给你拿不了。那你还让我跟你说，还得我自己。大丫，你怎么拿一盒霸王丝啊？我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，你管得着吗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哼！这么多，都没衣服在，真爽！大丫，赶紧把我扶起来！嘿嘿嘿，我就哭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大丫，你还没给钱呢，别走啊。哎，翠峰，掉地上了。哎，我的霸王怎么放这儿了？谁来过呀？你们见到了吗？